那个江苏，你那个修理台呢？不是啊，叔啊，你打我干啥呀？我就借一下你的修理台。不借，你快走。叔啊，咱不能这样啊，就借我用一下子啊。那就借一下啊。你借就借呗，你咋杀我一回呢？我太难了，一天天的都欺负我。行了，叔，我用完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江叔，你卖我一个钻头呗。你要干嘛？我没有，我用东西换。我要金子。铁行不？铁不行，我要金子。那你要多少个呀？20个金子啊，换一个钻头。有点贵呀，不要了，走了。哎呀，反派，你家屋顶都是水啊。啥玩意儿？我去看看。美人呢？你给我点土块呗。不行，我的土块还要留着铺路呢。我买，你就说用啥换吧。我不卖，但是啊，我缺个人帮我铺路，这些土块你去帮我把后面的路铺了。那边啊，我给你搭个矿呀，你就把这个矿填满就行了。老九肉啊，我帮你铺路来了。学长铺这儿呢。美人呢？那边铺吗？不用，就先铺到这儿吧，你把这边填了就行。不行啊，我必须帮你填。哎，是我打下来了。学长啊，是学长打的你。没有啊，我铺路呢。你就跟个鬼似的你啊。不是我呀。我走了，美人，我铺完了。你把剩下的还给我呀。还你6个，走了，土块有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别忘了点个关注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